今天收到读者私信咨询，某多上面有38元2支的麦盒子弹头口红是不是正品。对此我并不感到震惊，因为马爸爸说过，总有人想用100块买到劳力士，带着假货无疑的一丁点好奇心。我们找到了这个产品，但是让我感到震惊的竟然有417件拼单成功。知道 Mac 的都知道，正品再怎么搞活动也不会有这么低的价格。难道是宇宙第一种代发总的多多店铺开业发福利，不需要转发朋友圈，只需要2人拼单就可以38买一送一。带着对方总的崇拜，我点开了评价，摸排这417位小仙女。可是我的48克钛金眼被雷得再也见不到伟大的方总。首先，商品首页图片没有带 Mac 的 logo， 标题里也没有 Mac 等品牌名，巧妙地避开了多多形同虚设的售假规则。首页图片用红底黄字突出，附送代购小票，来暗示自己是正品。那么，小票哪里来呢？我们点开了评论，李顾客晒出来的小票。小票显示购于九龙旺角西洋菜南街3-19号好旺角大厦地下13-15号铺852店，拨号码26160689，地址和电话在莎莎官网查询都对得上。但是仔细观察过的都知道，莎莎小票由这几部分组成。莎莎 logo 2，连锁店地址电话3，交易流水号，收银编号，商品英文名。时间日期最重要的一点，莎莎的小票都是英文加繁体。评论，你的小票没有收银编号，可是没有售货员编号，没有交易流水号，有的只是山寨的全简体中文，商品清单都还是简体的。正规的莎莎小票应该是常这样的。另外，网上有很多关于 Mac 的鉴定帖子，甚至有假货商的鉴定贴长期占据网络搜索头条，导致正品被说成假货，假货反而变成正品长期卖高价。前天小兵还在某网络直播平台看到某主播99两支 Mac 限量版，义正言辞说是跟专柜拿的货。 Mac 口红一直是真假货卖很严重的一款，市场上很多所谓的1:1超精榜连代购了好几年的老司机拿在手里都很难分辨。由于 Mac 口红正品版本也有区分加拿大版、瑞士版，做工也是不敢恭维，假货可以真的称得上是1:1了。金榜经过多次的更新，造就修补了自身的 bug， 传统的通过包装、字体、底座、小圆点、高体、气味等都很难辨别出来。但是最重要的一点辨别方法是，不管是产地哪里，也不论色号，所有的正品 Mac 口红盖子都是可以互相盖的。所以最简单的辨别方法是拿着从代购手里买来的口红去专柜，用正品的盖子盖一下就知道了哦。希望更多的新手宝宝看到小心假货，小心假货，小心假货。重要的事情说3遍。